一，心修好了，话自然就少了。以前，我就很喜欢沉默是金这个成语，他的处世智慧是我敬佩且向往的，可惜自己很难做到。现在读了这句禅语，才懂得沉默与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清净平和。当一个人修为到家，心怀平常，自然就无闲话，无是非。而那些喜欢杂言碎聊的人，其实都是内心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习气太重的缘故。大多时候，我们总要和人一起，找话题来消遣，家长里短，道听途说，人言一言，不说话就难受，闲聊日子就过得快。其实，这是我们内心空虚愚昧的表现。闲聊的结果是我们的内心更空虚无聊，甚至因为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有些闲聊还会误导人，伤害人。所以，一个内心充实智慧的人，绝对不会因为闲聊荒废光阴，一定会珍惜时间去学习反省去修炼。在许多聚会上，那些妙语连珠、高谈阔论、看似学识渊博、风趣幽默的人，似乎是大家关注的中心。但大声的喧嚣的背后是内心的空洞虚无。所以，真正的智者，往往是那些微笑不语、谦和平静的人。他们不是腹中空空、粗浅无知，他们偶尔的只言片语，却有着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的智慧。有时候，我们喜欢和人争执，为自己在唇枪舌战中占了上风而沾沾自喜，其实这是内心的慢在作怪，都是我们的内心不智慧的表现。有时候，我们看不惯别人的缺点，喜欢指责教训人，其实这也是自己的嗔心作怪。因为镜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人心，只要心里平静，就不会被外境所转，渐渐做到不见他人非，只见自己过的境界。有时候，我们在生活中、工作中有种种不如意的地方，就会怨天尤人，牢骚满腹，其实这是我们心里不平衡，是内心贪的表现。而一个经常发牢骚的人，单位领导同事都不喜欢，最后会减损自己的福报。所以，凡事应先从自身找原因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尽量做到少言多听，少说多做。人前背后，喜欢说坏话的人，多是心怀愤世嫉俗的人，容不得别人的好，说坏对方，以其心理平衡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人来告状说，某某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，拨弄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这种人，最好敬而远之，不然就会挑起矛盾是非，引起内心的不平静。言为心声，境由心生。所以，每次说话前，时时关照内心，起心动念间，看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说话。如果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等恶念，就及时制止修正，让心回归平静。如果是善念，也要想想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修行，说出来的话是否对对方有益。时时让自己心平气和，这才是善护口业的关键。唯有心修好了，话自然就少了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二，这样说话的人，不要深交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善良地以为，一个人说话难听只是因为他心直口快，一个人满嘴负能量只是因为他日子过得不顺。其实，在交谈之中让对方觉得舒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。言谈之中往往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。如果身边的人这样说话，就不要深交了。一，
说话难听的人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你追电视剧追得正开心，他跑过来啧啧两声就开始说，你怎么看些这个东西，这是给傻子看的，又没营养又浪费时间，别看了别看了。你买了件新衣服刚穿出门，他就瞟了两眼开始问，你这衣服多少买的？哎呀，买贵了，真的不好看，浪费呀。他总会在你兴高采烈的时候泼你冷水，在你开心愉悦的时候搅你心情，口无遮拦，出口伤人，毁人心情，还不自知。可别把一个人说话难听当作是性子直，不会说话。说话难听，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成心直口快，如果次次如此，只能说明这个人情商低。如果朋友日常生活的交谈之中，完全不照顾你的感受，甚至屡屡伤害你的感受，趁早敬而远之吧。二、传播负能量的人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他们一开口就是负能量，或是抱怨菜价涨了，或是抱怨今天公车来得慢，晴天抱怨太阳太晒，雨天抱怨地上太湿。每一天的日子里那么多事，但是从他们口中我们永远只能听到坏消息。这样的朋友就像一个负能量收集机器，每天把源源不绝的坏消息、坏心情输送给你，自己过得不开心也就算了，还要搞砸你的生活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如意，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。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我们用什么表情去看它，它也回报我们什么神情。如果我们用乐观的态度去对待，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。一个成熟的人能做到沉淀不愉快，乐观面对，一个真的对你好的人会向你传递微笑和正能量。一天到晚给你传播负能量的人，还是离远一点吧。三、没几句真话的人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酷爱吹嘘，却常常露馅，做出承诺，基本上不会兑现，当面说的这套，转头又是另外一套，满嘴跑火车，你简直不知道他话里能有几句真。你永远都在纠结他哪句是真，哪一句话是假。然而，无论真是假，一个总是欺骗、满口谎言的人，绝对没把你当朋友。朋友之间，可以保留自己的小秘密，却不能有太多欺骗。有的人爱面子，有的人喜欢夸大，但这都不能成为说假话的理由。一个人如果不肯暴露真心，那你也没有必要真心对待他。真诚是交往的基本，那种没几句真话的人，早看清早好。话语展现一个人的性情，言谈展现一个人的品格。愿你能仔细甄别，与善为伍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